通知多面体和猎人报，启动星球的攻击系统。
诉我哪个请求。是，我马上去。栾童爷爷，这样行吗？哼，他们不让我们出去，我们也不让他们回去。那如果基道士伤害艾克，那该怎么办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不会的，因为季老师想从艾克身上得到星球的资料，在这个目的没达到之前，他是不会伤害艾克的。报告首领，是008号，讲吧。报告您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把艾克抓住了。啊，太好了，你干得不错。请立刻派飞船过来，我把艾克带回去。嗯，不行不行，你暂时还不能回来，因为快乐星球把我们给封锁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啊，找一个秘密的地方把艾克藏起来，等我们打破了快乐星球的封锁，到那时候你就可以回家了。明白。快乐星球，我看你还能给我对抗几天。继续搜索。栾童爷爷，艾克不会有事吧？小子他能跑哪儿去呀、啊、不好说，艾克做事很有个性，他经常让我们出乎意料。再有个性总不能一句话不说就跑得无影无踪吧？不会，艾克肯定是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了。他虽然很独特，但他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四一班，非常重视这次野营活动。他能遇上什么特殊情况啊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？啊，别休息了，赶快走！找到了，我们看，确定它的具体位置。笨笨，你不要慌嘛！你才慌呢！清风洞。什么？清风洞？艾克在清风洞。王校长，你不要急嘛。其他几个班的情况都反馈回来了，唯独没有四一班的情况。你说我能不急吗？啊，王校长，四一班他们去的是清风山，那里森林茂密，可能手机信号不太好，联系起来不太方便。不过王校长您放心，欧阳老师、季老师还有牛老师都在，他们都是非常有责任心的老师，我想不会是有什么大的问题。还
孩子们的安全重于一切呀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们怎么跟他们的家长交代呀？不行，我得去看。哎，王校长，王校长，啊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怎么样才能把艾克救回来呢？艾克失踪了，他的老师和同学一定很着急。对，他们也一定在找艾克。真希望他们快点找到艾克。也不知道艾雪现在情况怎么样。哎，谢老师，你知道艾克在什么地方吗？我怎么会知道艾克在哪儿呢？你真不知道？我知道了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别忘了，咱们都不是地球人。哎，艾雪，你跟姬老师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我在和姬老师打赌呢，我们肯定能找到艾克。那当然了，不过清风山这么大，树又这么多，说不定有什么老虎啊、豹子的什么。你说什么呢？哼，自己不守纪律，害得别人受罪。你不愿意，没人强迫你。我又没说我不愿意。情况不对呀！啊！哎呀，是啊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？哎呀，怎么没人呢？哎呀，欧阳跟牛老师都不在呀！哎呀，是啊，怎么季老师也不在呢？哎呀，问题严重了，走到那边找找去，走。你没事吧？哎，我没事，但是咱们走了这么多山路，我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。丫丫，我们回去吧。啊？就这么回去？那艾克他，这山里面天说黑就黑，您这里还有那么多孩子等着我们回去呢，我要对你们安全负责呀。嗯，好，老师，我明白了。可是我们在哪吃饭呢？欧阳老师，明天我们去哪里找艾克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好，走吧，同学们，走吧，走。小心点。哎呀，这天也不早了呀，怎么还没有一个人回来呢？要是天黑之前还不见他们回来，咱们就报警。看来这天要下雨了。哎，赵主任，你看。哎，王校长和赵主任，哎，走走走。王校长、赵主任，你们好。孩子们，你们干什么去了？谁让你们栽这些破花呢？你们欧阳老师呢？赵主任，你别那么厉害，我们摘花只是为同学们祈求平安。对，这些花代表我们的心愿。你们为谁祈求平安呢？艾克，他怎么了？艾克失踪了。什么？欧阳老师他们出去找了一天，还没有回来呢。哼，你们四一班总是出乱子。你再拨一次电话。爸，我都拨了八遍了。都接不通，那王校长的电话呢？也接不通。你说这电话都拨不通，还要这电话干什么呀？啊？哎，你说，咱宝贝儿会不会出事儿啊？他们那么多学生，还有几个老师，应该没问题。这你不懂，越是人多的地方啊，越容易出问题。那怎么办？这样，你明天和宝贝的爸代表我去一趟清风山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快急死我了，整
了一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一个人念叨什么？我是担心我的儿子，他饿瘦了怎么办呢？哎呀！拿棒子。哎，去！爹，你那儿去。喂，要是真能减肥，我交钱也要求参加。那减肥那是好事儿，可是饿了滋味儿，你能受得了啊？林老师，我饿了。乖啊，先歇会儿，马上就到了啊。我是能坚持，可是我的肚子是坚持不了了。杨洋宝贝，你们俩谁有吃的，先给胖哥一点。我没有。我也没有。要是在白天呢，还可以找点野果子吃呢。四爷，你是大孩子了啊，坚持会儿啊。我一步也走不动了。真走不动了。我有主意了。啊，快说快说。你呀，先待在这儿，我们几个呢下山给你拿点吃的，然后我再给你送上来。对，啊，好吧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对了，还忘了提醒你，这山上呀，没有老虎，也没有狮子。爷爷，你告诉我这些干嘛？我只是想提醒你啊，这山上面有狼。你呀，最好拿一个木棍，以防不测。欧阳老师，咱们走吧啊！别怕啊！等等我，我不骑了。来后面的看着点路啊，别摔着了。哎，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是啊。哎，王校长，要么你先到帐篷里休息一下吧。不行，我就在这等他们。这个欧阳还是年轻啊。小心点，慢点。哎，王老师，狼！别怕，狼！有狼呀！那不是季老师和艾雪他们吗？你们看，哎，季老师，季老师，艾雪，艾雪，我发现了，杨洋，杨洋，是我们，我们在这儿呢。欧阳老师，走，走。来，小心点，刚才点路。冷冻爷爷，冬眠体能打破黑暗星球的封锁吗？他们正在想办法，最快也得两天呢。我就是不明白，季老师为什么要把艾克藏到清风洞呢？哦，根据我的分析，他们是想把艾克带回达克星球，因为我们封锁了达克星球，他们暂时没办法回去。艾克不会有事吧？哦，目前应该没有。笨笨，艾克苏醒了吗？还没有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今天早上，杨洋一大早就发现艾克不见了，我们分头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。我们明天再上山去找，再找不着啊，立刻报警。哼，清风山这么大，找艾克如同大海捞针呢。我相信他只是走迷路了，不会走太远的。我明天跟你们一起去。还需要多长时间我们才可以打破快乐星球的封锁？至少还需要三天的时间。告诉他们要抓紧时间，眼看着到手的艾克不能送回来，我很生气。是。赵主任，赵主任，咦，这到底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他醒过来了，马上和他联系。不上。
料到你会醒过来。季老师，我不是什么季老师，我是达克星球的008号。你真的是机器人？对，我是机器人。为了你，我才来到地球，隐姓埋名几个月。你想得到什么？我想得到什么，现在告诉你也没关系了。我想提取你和艾雪的基因数据和知识记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想得到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多亏你还经常以科学大师自居，连这点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。提取你的基因数据是为了获得快乐星球人的弱点，提取你的知识记忆是为了获得快乐星球的防御系统。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进攻你们快乐星球。烂命，快乐星球的人太坏了，总想侵略别人。是啊，还好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。对，如果他们把艾克带到了达克星球，他们的目的可就达到了。那怎么办？阻止他们。可是我们出不去啊。现在我告诉你也没有关系了，因为你已经没有机会再告诉其他人了。你别太得意，你的这个游戏还没有结束。游戏是没有结束，不过游戏的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了。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快乐星球已经被我们屏蔽了，老顽童也帮不了你。你胡说！这是真的，要不然老顽童怎么不来救你呢？啊！欧阳老师，站住！艾克，小心！哈！老顽童爷爷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，帮帮艾克吧！走吧。你放开我！首领，首领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星球？2天以后。明白。哈哈，回不去了吧？我看你还是改邪归正，跟我回快乐星球去吧。等我把你送回了星球，快乐星球就会被我们占领，过不了多少时间，整个宇宙都会被我们黑暗星球占领。你说我会跟你回去吗？邪恶是不会战胜正义的。那也不一定，那要看谁的力量强大。现在正义不是抓在邪恶的手里面吗？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。咱们拭目以待，天快亮了，我还要回到营地。在把你送到星球之前，我还是你们的季老师，这个身份可以省去我很多麻烦。哼，等我回到学校，我会揭穿你的。你不会的，艾雪也不会的，你们也是戴着面具的人，地球人不会相信你们的，他们只相信他们是宇宙的主宰。我有办法对付你。晚了，现在是我要对付你。邪恶对正义说，你该睡觉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就要这样对付你。进去吧。哎，季老师，深更半夜你不睡觉干啥去了？我不放心学生，四周去看了看。是啊。哎呀，如果欧阳老师要像你这么负责任，艾克也不会丢掉了。哎，是是，
睡吧睡吧，赶快休息吧。文本，把他们刚才通话再让我听一遍。是。首领，首领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星球？两天以后。明白。哎，老文同学，你在想什么？你们还记得当年 S 星球入侵我们的时候，他们有一种仪器可以模仿我的声音，记得吗？是音频合成器，这个东西太简单了，我也有。啊？你看，就是它。哦。它可以模仿一个人的说话，这样就可以完全的以假乱真。如果我们用它模仿黑暗星球首领的声音，给季老师发布个命令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分两路寻找艾克，我跟欧阳老师一路，赵主任你跟季老师一路。哎，还有我呢。你留下照顾营地的孩子们。哦，行。我们这次搜索行动不仅是对同学们的考验，也是对我们老师的考验，大家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不管结果如何，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营地，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森野、鲍雷，你们俩留下。为什么？山里的路太难走了。我们不办，我们不办，我们一定要去。好，出发。你们走吧。好，慢点啊，注意点啊，注意安全啊，慢点啊。嗯，这里的孩子就交给你了。行，没问题，您放心吧。好，我走了啊。金老师，我是首领，我现在命令你原定计划取消，立刻把艾克送回营地。怎么样，听不出来是假的吧？还挺像。那我们就立刻和季老师联系。你能联系上吗？你黑暗星球的联系通道已经被我伟大的笨笨破解了。我们还是等老文通爷爷吧。怎么什么时候等老文通爷？老文通爷在多媒体实验室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。我们还是给他一个惊喜吧。同学们快都跟上，快点小心点啊。慢点，不行。宝贝，小心点啊！宝贝，你小心点，慢点啊！宝贝，哎呦，宝贝，你还能不能撑住了？我能撑住，撑住你也能撑住吧？慢点啊，走，慢点走啊，走吧。啊啊！老师，哎呀，受不了了，咱们休息一会儿吧。啊，哎，同学们，咱们到前面休息一会儿啊。走走走，休息一会儿，慢点啊。金老师，我是首领，我现在命令你原定计划取消，立刻把艾克送回营地。为什么？啊？他还问我为什么。金老师，我是首领，我现在命令你原定计划取消，立刻把艾克送回营地。你们是快乐星球的人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首领只叫我代号，从来不叫我季老师。代号？哎，笨笨，你快问问他的代号是多少。你的代号是什么？008号。知道了。我谢谢，下次注意。没有下次了。笨笨，你快看，是艾雪。艾雪，艾克在清风洞，清风洞。是啊，艾克在清风洞。艾雪，快去清风洞。哎，季老师，清风洞在哪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把艾克藏到清风洞里了？你再废话，我掐死你！你敢？你别忘了，你也不是地球人。哎，你们怎么不走啊？在这儿干什么？哎，赵主任。嗯。艾克在清风洞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别管那么多了，快走吧。好好好，我再听你这一回啊。哎，清风洞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，你问他。啊，季老师，清风洞在哪个方位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
好，我们再找找啊，同学们，走走走。哎，孟凡，你过来，过来！哎，姑姑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宝贝儿呢？胖哥呢？啊，胖哥和宝贝儿都不在。哎，他们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呢？不是他们出事儿，是艾克找不着了。那赶快找，赶快找啊！是啊。哎，牛老师，牛老师，牛老师啊，宝贝他爷爷不放心，我们都不放心。是啊，这里边有你们俩什么事儿啊？就是，你这是怎么说话的？啊，你担心宝贝儿，我们担心胖哥。咱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才走到一起来的嘛。就是、行了行了行了，跟你们说吧，他们两个呀都非常好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哎，那可叫他们俩出来呀、啊。是啊，他们俩跟欧阳老师啊一块儿去找艾克去了。哦、去找艾克了、啊。哎，那怎么走啊？那赶快去找吧。那你们也去找找。哎呀，咱们俩一路，你们俩一路，天黑以前啊，返回营地，行不行？明白吧？哎、明白。哎，你算什么领导啊？哎、就是你算啥呀你？哎，牛老师，我们怎么找啊？怎么走？那你们从这儿走吧。哦，这边。哎，这边这边。走走走，牛老师，这是胖哥的，这是给宝贝儿，先给宝贝儿啊。行，王早点回来啊。哎，牛老师再见。好。哎妈呀！快点，咱们都快赶上25000里长征了吧？胖哥，会呀。你找这两个不当减肥。走。哎。哎，对了，欧阳老师，你说艾克会不会去清风洞了呀？他一个人去清风洞干嘛呀？就是啊，这都怪我，在车上我说我爷爷把水壶丢在清风洞了，还说那可是珍贵的革命文物。艾克他喜欢助人为乐，他肯定去清风洞帮我拿水壶了。啊，你怎么不早点说呢？我不是想不起来吗？才想起来的。王校长，啊，宝贝说艾克可能一个人去了清风洞。去清风洞？嗯，去那儿干什么？哎，季老师，季老师，哎呀，你怎么领的路啊？啊？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，你把我们当日本鬼子耍呀？对，就应该批评他。我说过我不知道去清风洞的路，你们还不信？清风洞我知道呀，快说在哪儿？这得问宝贝的爷爷，宝贝爷爷的水壶就忘在清风洞了。我们总不能回去再找宝贝爷爷吧？也不用了，宝贝肯定会带欧阳老师去找他们的。宝贝知道清风洞？当然了，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。哦，我们赶快去吧，说不定我们先到呢。哎，季老师，你不是不知道清风洞吗？我好好好，不要说了啊。好吧，同学们抓紧时间啊，快快走、啊、快走，快走，快快点清风洞啊。哎，我说，说好了分两路，你们俩怎么老跟着呀？我们俩一到山里边就迷方向。艾克没找着，别再把我们俩给丢了呀！行行行，你们跟着吧。我说你们俩可快点啊！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？快点啊！哎呦！问问清风洞在哪？好、有信号了。喂，
爷爷，清风洞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不是帮你找水壶，是找人。嗯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那儿。走，来。快快快！齐老师，齐老师。哎呀，你慢点嘛。不能慢嘛，我怕艾克出什么意外。哎呀，如果咱们学校都像季老师这样，那该多好啊！是呀，如果都像季老师这样，那就不需要你这个教导主任了。哎嘿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那你让我干什么呀？刚才慢得像蚂蚁，现在跑得比兔子都快。哎，哪有这样比喻老师的啊？他老师，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赶快走吧啊！哎，那儿有个山洞，你们看，哎，小心点，快走快！那边，快点，大家脚脚下小心啊！这些人真不够意思，一到关键的时候就不管我了。哎，这地方看着怎么眼熟啊？我什么眼熟啊？哎呀，咱们不是来过这儿吗？哎，你怎么带的路啊？就是你这打算让我在这山里边减肥啊？是啊，我们好像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。我们迷路了啊！啊，迷路了！你说你不认识路吗？不是，我以前是认识路啊，这不这两年没来嘛，这个地壳一运动，我这就不认识了吗？这就地壳运动又这么快吗？你打算让我们在这儿待一晚上啊？你待一晚上又怎么了？那也不要紧啊，现在不流行什么野外生存训练吗？咱们大不了就当咱们在这儿训练一回嘛。走，是不是，我们走。早不理他了，干什么？你看你领路的，是的。哎，你们俩等等我们呢。哎，你别丢下我们不管啊！我们不管呢。季老师，季老师，原来你们也找到这儿了。啊，你们都来了。对呀，他们都在后边跟着呢。太巧了。哎，季老师。哎，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喂，这么黑呀、啊？啊，这么大的洞，慢点啊，后面的，慢一点啊！走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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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啊！哎，总算没危险了。那个也，我们也不能总是这样被动挨打。对，我们也该主动出击了。干了，季老师。洞面前把黑暗之流的封锁打破了，太好了！哎呦，什么这么湿的？哎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！胖哥，你别害怕，小心点啊！胖哥，你别怕啊！我才不害怕，是你害怕。那你的手为什么在抖啊？那是你手抖，怎么能是我手抖呢？欧阳老师，艾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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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宝贝，我背他，我来背他吧。艾老师没事，让我来吧。那小心点啊，慢点，没事。欧阳，要不我来吧？哎，没事，我来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小心点啊！哎，那什么东西？哎，水壶！哎，水壶！哎，宝贝，等等我。快乐小神奇。我要飞，我要飞，我要飞，我要飞。
行吧，走的是劲儿啊。看完了没有？哎，哎，小心点。哎呦，哎，你真干净。哎哎哎，欧阳老师，这也不像革命文物呀。这上面有名字，哎，肯定是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包国兴。啊，我爷爷。啊，对了，宝贝，快用你的手机给牛老师打个电话，说我们回去了，叫他别担心我们了。好。啊，没信号。怎么回事？刚刚不是还有吗？走吧，谁来弟弟我？我来，不行了吧？哎，真的有办法。来，换欧阳了。他真该减肥了。来，让我背背吧，文哥。哎呀，你快点，我看一下吧。008号，快乐星球对我们的封锁已经被我们粉碎了。你带上艾克，立刻返回星球。008号，你为什么不回答？你为什么不回答？报告首领。艾克被他们找到了，范鹏。是，我对008号不抱任何希望了。慢点啊！哎，那我来吧。没事的，哪能让你来啊，校长？还是我来背吧。没事，没事，主任。我来吧。哎呦，哎，对，齐老师，哎呀，还是齐老师好啊。走走走。哎，雪，等等我。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慢点啊！累不累啊？累。哎，这些孩子真是好样的。阿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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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醒了，醒了，哎，醒了，他醒了。慢点，来来，哎哎，慢点啊！行了，行了，哥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别问了啊，艾克，醒过来就好了，都快把我们急死了。是老师和同学把你从山上一步一步背下来的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去了清风洞。对了，艾克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一个人去清风洞干嘛？是不是帮宝贝爷爷找水壶啊？嗯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清风洞，你去那干嘛？艾克，你也游啊？艾克，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还找不到这个水壶呢。艾克，你过来。来，好，来，小心点，好，慢点，慢点啊。来，好，走，走，走。谢谢大家。好了好了，行了，不哭了，只要大家平平安安的就好。行了，快，不哭了啊。好，祝你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快乐要在你身边。绕着月亮转，是
算数，数清所有的星星，把最亮的一颗戴在胸上。再见了妈妈，尽管我就要远航，别为我担心，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。现在我代表首领和你谈话，请指示。